哦，有机会哦！这个球真的手腕出现，而且呢，球做一个回传，哇，这个球带打点。陈同恩新面孔，中职义军生涯手腕手打点一次搞定。的领先只剩一分了，哇哟！结果是真的，界内啊，车补边的安打。下面一位菜鸟张世伦跟上脚步，深远三垒安打送回队友。同样是生涯手腕手打点，场边学长很激动。中信兄弟确定夺下年度第一，最后补赛让新秀练练手，表现很不错。哎呦！结果这一下要回来了。战况焦灼，拼到突破僵局，乐天爆头让兄弟几回超前分。这一棒反方向的飞球，这个距离够不够？接到球冲了。很快，中信兄弟也掉分数。这一棒不止让乐天扳平，也确定吴俊伟无缘个人奖项，由桃园陈柏豪夺下救援王。只不过。打的枪中间穿了，是安打带一分打点，还是守不住团队胜利。刘桂元替补上阵敲回胜利打点，年轻小将展现拼劲，兄弟一分差气走乐天。赢球比较感动，很多人都是昨天从屏东上来，很开心我们可以赢局长。今年はね、全員本当に一軍経験させたいっていうね、俺の気持ち。それがまあ経験できなかった選手もいるんだけど、まあ本当に初安打。ね、初打点とかそういう記録が出させるこう環境を作れたってことは。中信本季投打个人奖项都共估确定是零，但团队晋级台湾大赛，平野会一执教第一个例行赛以70胜50败作收，打破2022年前教头林威柱单季69胜写队史新高。今天我黄宏杰、曾家轩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